我愿为你守候，就让爱的最美在2012。你先把鞋送上，你是看不出来，我当然嘛是在饮酒啊。饮酒，起码才几点尔？我看你不是在饮酒，你是在自暴自弃。拢什么时阵啊？你竟然敢有心情直接过来饮酒？哎，我心情不好，想要饮酒干明的，你别讲啊！饮，我看你继续饮嘛，把你的人生都饮到废掉好啊！刚讲你不知道现在状况真危急，已经不是李明亮在做主了，是换一个你完全无熟悉的新婚人在看你的所作所为啊！所以现在你应该是提杯较暗，风花尽走。不过你说什么代志都唔做，直接你个醉茫茫，你到底是在想啥？我想要表演啥？有什么要表演的啦？你现在应该是风花尽走起来，表现给阿嬷看，去挽回阿嬷的心，嘛甲陈浩文去培养恁爸仔个感情。啊，敢讲你唔知影，今麦有偌济人咧无用巴结因啊？你叫我去做因的孝子乖孙，因都会接受是无？敢讲你无看条？你陈浩文，你对我有安尼啊冷淡？就算我今麦暂时认为我是个亲生后生，啊不过。我是李明亮，还佫谢丽玲、车勇大，伊早就已经对我反感，我若巴结伊，拢无效啦。无效，你嘛要巴结到有效。你唔去巴结，你是要等李天心还佮徐少强，因去抢着头香，互你伫这家佫较无地位是？谁是要巴结啦？谁要去？我无遗憾。虽然讲，我一直。对阮高调那么好面色，也唔过我安怎讲，伊拢是我的亲生爸爸。我看到陈浩文安尼对待伊，今嘛伊又阁失踪啊，我哪有法度去摸伊的大腿？我做袂到。你做袂到，你咪爱做。你今嘛唔是咧摸伊大腿，你是咧摸你家己未来。你唔去纠结你甲陈浩文的关系，你是免得继续乌字，是免得保掉你伫等家的地位。你几个头壳拢是钱，拢是利益，敢讲你到即摆阁唔惊？参照阮爸遐尼精明的人，拢予许少强因逼到走投无路啊！你到即摆还阁连少强的钱，你唔惊？后一个就轮到你了，我就是怕，我不知道先出招。咱若是不出招，就在那里等，什么都不做，唯一的结果等到最后就是等死。虽然恁高中真疼惜你，但不过敢讲你不知道，人若是去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六亲不认。敢讲你不怕，到时候恁高中去被抓到的时候，万一为着要自保，伊甲咱拖落水来减轻伊家己的刑责，到时阵哦，恐惊连咱要走路就都无本钱啊！所以咱当然即马就是要紧乌钱，会当乌偌济算偌济，哎，对咱未来毋才有保障。六亲不认，这哦是你专门考。你唔惊？到时阵恁高中去用抓到的时阵，万一为着要自保，伊甲咱拖落水来减轻伊家己的刑责，到时阵哦，恐惊连咱要走路就都无本钱啊！所以咱当然即马就是要紧乌钱，会当乌偌济算偌济，哎，对咱未来毋才有保障。六亲不认，这哦是你专门考。我知影阮爸，伊袂安尼做啦。就算讲伊去人逼到走投无路，伊嘛无可能出卖我。你对有信心，也毋可我无。搁再讲，伫婚礼上，连你拢亲手拍伊啊，亲像伊遮尼敖扣分的人，伊伫证人面头前扣分不了，搁无够，
连你这亲生后生拢跳出来补伊两脚，敢讲伊袂怨恨你？肯定即马上怨恨的人就是你啊！因为伊会感觉这几年来为你所做一切拢无价值，伊会为上疼惜你变作是上怨恨你。我就是知影伊袂，我知影伊为着我，甘愿连性命都会当无爱滴。只要会当让我卖叫人怀疑，伊就算讲我怕，伊嘛会感觉真欢喜。哎呦，即马奈咧怀念你的爸仔囝情啊！那你现在呢？以前无看你咧感谢伊，即马却搁甲当作是你上亲爱的爸爸。陈伟明，你想清楚，你的爸爸是陈浩文。你明娘即马对伊来讲一点仔拢无意义，那是有，敢那是表示伊是对你威胁上大的人，因为伊会害你神魂不康。你就继续在这哦，怀念你的爸仔囝子。要不过，就算讲你在这饮酒饮到死，敢就有法度替伊出一口气？你若真正想要替伊出一口气，你是不是应该赶紧振作，对付迄个怕倒伊的人？啊，那无哦，我真正会替你面娘感觉真悲哀。是出你这款这么无路用的好事，你家己好好想清楚啊。你看起来，少强跟天心这两个少年人，真正是做认真的拍拼。天心踮在公司真久啊，少强冒伊家己的事业，因两个真正是做有能力的。若是有因两个跟你斗三工，我相信你会较轻松，做代志嘛会较顺手，安尼对公司也是一件好事啊。好，我又搁找时间跟因花开车会，了解一下公司的状况呢。啊对，伟明呢？刚去公司啊？哦，刚才未，差不多的。昨昏到今嘛，无看伊出房间门，可能过来困啊。哦。无啦，拄只伟明哦，本来已经准备好要去公司上班啊，要唔过伊人拄啊好雄雄哦，感觉无爽快啦。我叫伊伫厝休困，伊就是唔肯。伊讲要去公司，是我一直扣劝伊，伊才讲暂时答应伫厝休困啊。好。伊人长唔是啊好好，那雄雄今仔日就身体无爽快。哦，我想着，是唔是因为进前伊甲你明明感情真好，啊，即卖你明明出代志啊，你心肝内你无爽快？哎呀，其实这哦，讲起来是感觉真搞笑。以前伟明甲你明明感情无好，这是大家拢知嘛。伊两个都袂输甲冤仇人同款，常常不讲哦，爱让阿妈出来调解呢。是讲哦，就算讲安怎吵，伊嘛是叫李明良三十年的股长啊，啊，伊也毋是无悔无目屎的人，哪有可能一点仔亲情拢无吼？是啦，不要紧，照顾好家己身体才是上较重要的。你今日都为明出来，你好好休困，啊。伊毋过要足想要赶紧到公司了解一下公司的状况呢。我嘛伫公司上班，你若是需要了解公司的状况，我当来到三工。小奶奶，你即摆是有心的人呢，安尼大心大命哦，伫咧厝内底休困较好哦。我无遮尼虚着啦，啊，厝内发生遐尼侪代志，我即个做新妇的当然爱尽量到三工嘛。那会当互我即个做新妇的过了伤舒适，互爸即个拄恢复的人伤辛苦伤忝着无？阿妈，你讲着无？好了，师妹，不然我这位来公司。嗯，妈，先帮你公司啊。恭喜这几年嘛开始自创品牌，心情嘛就好诶。近期外菲拉美人进进就是网络的销售冠军哦。所以这件产品，我伫用报表顶面有看到，评价袂歹。现在公司新推出主打的商品了嘛？
这个 case 负责人应该是天心啦、啊。看起来因为咱集团自从品牌开路做得真成功啊。爸，时代在进步，销售通路当然嘛愈来愈多，消费者嘛真简单，就是喜新厌旧。新产品都上架，当然有新鲜感啊。要唔过产品本身吸引力也是无够，嘛真紧会有更加新的产品出台啊。你安尼讲是因为？既然你被他们推出的时阵，不是就顺眼，对吧？其实不管是被他们人，也是讲这一系列的产品，拢是咱公司家己创立的品牌，应该做良性竞争了，对吧？那是讲互相打击，连对公司的营运不是就好的。爸在试管无外久，既然就已经对公司的状况这么了解，我一定要尽量表现我的优点。我爸及其外贝拉美人，这个刘世美到底变什么样了？好，我虽然亲戚过来啊，身体健康哦，算是完全还没恢复了。啊，这摆说出来的巡视公司，万一浩文那是头壳红啊，是安怎身体袂康，就是袂安怎？但是美容饮品，嘛是咱中年即马进入特色商品。这是强调，美容唔干来当用外，过当用家，即马嘛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嗯，种概念真对啊，就亲像咱的保养车同款嘛，嘛一定爱为来顾到我，你柜台车才能挂干那新的同款。就这种来我兼顾的理念，这当真正让消费者动心来用咱的产品嘛。我嘛是安尼想嘞。爸，所以即马除了贝拉美人以外，我嘛真积极来开发美容饮品的部分。我甚至我认为，这商机的发展潜力会比其他产品搁较大。爸，我去提资料，你看。好。要紧，稍等一下，我陪你看医生好不好？无遐尼严重啦，我只是感觉淡薄头晕，规身躯无力尔，不要紧啦。真的不要紧啦，你规身躯无力，那是因为你过去三十年拢倒伫个真空舱内底，完全无任何的活动。啊，你才打清醒过来，就安尼四个爬走，你的身体哪会康治啦？刘总监。你嘛知影，恁爸才打星期过来，伊当需要休困呢。恁奈得安尼带四个爬爬走，敢有这么赶紧去了咱的公司？佩玲啊，你莫怪世美啦，是我阿姨找我来啦。浩文，你奈得这么勉强你家己嘞？一点仔拢袂勉强啊！我已经浪费三十年的青春啊呢。即摆阮爸身体阁无好，我得好好管理公司，这是阮爸的时间。我绝对袂当让公司出任何的差错，所以我应该赶紧进行状况才会用的。爸，其实徐博士讲了嘛真有道理啊。即马就算讲你搁较着急，搁较烦恼，你身体也是上重要的啊。你公司的代志，会当先交予我甲伟明。
你大家嘛辛苦这么久啊，即摆应该是换我爱付出的时阵啊。我家己的身体我上清楚，你免烦恼。搁再讲啊，有佩玲也够恁大家恁照顾我，我无代志啦，啊。要唔够好我？好啦，许博士，既然阮爸就讲伊无代志啊，你就莫搁猜伊，互伊休困一下好不好？爸，安娜，我来就好。阿文，你先提下来。你以后来家休困咧，知影无？啊，多谢你。麻烦你对我来。爱恁爸等来公司上班，恁翁陈伟明咧，伊是公司的执行长，奈点都无看到伊咧处理代志。许博士，陈伟明因为伊身躯边的亲人连续出代志，只是无得调整的心情。阿妈甲阮爸，互伊伫厝休困几工。拄着这小可代志，就咪起来疗伤止疼。查甫囝安尼，敢会伤过软弱？什么小可代志啊？出意外的人是因妈妈甲因姑丈咧。拜托的，那对高难度做遐尼侪歹代志，这是因的报应。伊是有啥物好伤心的呀？浩文唔只是东家，甲长仁集团的龙挑，伊会当平安无代志，对东家来讲才是上重要的。啊，这后生的，若是这个时阵，佫唔知影出来替伊的爸爸分担忧愁，那就是伤过不好啊。徐博士，我看你遐尼着急阮爸的模样，就袂输敢那是佮当作是你家己的红仔吼。你敢是把你自己当作是阮爸的什么人啊？哎，嘛对啦，阮爸外表生得这么缘投，而且一直三十年来拢无变老，你安尼离别照顾伊，对伊日久生情，这嘛是难免的啦。你哩感觉真奇怪对无？现在我哪会了解你的心思？我唔是要读心术，迄是因为你想袂晓安康啊。哦，无。我的确，你是无想要安康，希望给阮爸，也是讲给其他人，拢看会出你对阮爸的深情，啊，才让大家来赞成恁做伙是。对，我承认，我是介意浩文，要唔过迄有个安怎？我一直也无嫁人啊，谢丽玲即摆嘛无伫个啊，所以我甲浩文拢是独生，就算讲甲浩文谈恋爱，恁家边仔的人是凭啥物讲闲话？我无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咧替你想。这三十年来，阮爸一直拢咧困。虽然你安尼日日夜夜咧照顾伊，投入你全部的精神甲感情，也毋过，阮爸若知你对伊感情了后，你想伊安怎想？无的确，即马伫伊眼内哦，你敢若是甲文娟阿姨同款，只是一个看风。我唔相信浩爷咧看我，绝对唔是像你所想安尼。要若无你认为我应该安怎想？敢讲你认为阮爸昏迷这三十年来，伊听会着你对伊的鼓励，甚至是伊感受着你对伊用心的照顾，还是你对伊遐尼深的感情，然后来接受你？刘师妹，你是安怎要安尼破坏我甲浩的感情啊？我只是实话实讲，提醒你要面对现实。你莫忘记，谢丽玲到即马还无找着尸体，伊是生是死，还阁毋知影。伊同款占掉大宝这个位置，而且就算讲伊死啊，以阮爸的身份，甲伊缘投的外表，应该有真侪名门淑女想要甲伊做朋友。你想要做阮爸身躯边的查甫人，恐惊你也先去抽号码牌，然后再搁等我等。我甲浩文之间还阁有真侪代志是你唔知影，你凭啥物安尼讲？哼，我知影。你应该是跟我做你的小蚂蚁哦，把你过去乌当代志给少强，还有你跟少强之间有暧昧代志，全部拢压压出来，对不？你也做你去呀？要唔过你想要做我的小妈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肯定先过阿妈那关，以你这款这么花式的模样，肯定不是阿妈心目中好媳妇的人选。你，不好意思。
我阁有代志要来无用啊！我惊老阮爸伤忝哦，阁有人要唔甘啊！咱今日就开讲到这，再见。刘师妹，爸，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是来问你，我泡你啉的养生茶，你啉了感觉安怎？这是我特别请教中医师的配方哦。你若是逐天啉哦，身体状况一定改善嘞。有啦，真好啉嘞，你真有心的。这是我作为媳妇应该爱做的嘛。爸，你若是啉了的关系，我以后逐天泡你啉。对啦，拄则徐博士有讲，你拄好恢复，袂瘾伤忝，即马身体感觉安怎？感觉会堪的。啊，林阿嬷嘛打电话来讲，希望你较早下班回去，已经烦恼你的身体。哦，啊对啦，阿娘咪，我有淡薄代志要看一个朋友啦。啊，你等的时阵，阿嬷讲，讲我会较晚回去。哦，好，那呢，我个杯啊收起，收起洗，就无叫料理啊。多谢你。喂，高峰啊，是我浩文啊。有啦，我身体好真多啊。对了，高峰，你知两暝后你敢有时间？我有一挂代志，想要跟你讲一下。哦，好啊，就约在恁公司附近的茶艺馆先。那你住就好啊。好，那我知啊。有没有见面了？爸，真正打电话又元旦的，唔知伊甲元旦的是要讲什么代志？爸虽然三十年都没在谈家，但不过看起来也比别个真多。这就是爸藏起来不让人看的图哦。这回。唔就是阿美赛，还阁想做阿美赛的手来阁抱一个红的啊？这红的手，那个引起同款所在，拢有些月牙胎记。爸才亲亲无外久，应该无看过阿美赛才对啊。奈有这么相信的人？敢讲伊甲阿美赛有熟识？爸甲元旦的约伫松鹤生技附近的茶艺馆，因讲的代志一定真重要。泡茶时间哦，这样那真好，所以泡出来茶哦特别好啉。
可能经过要三十年啊，伊甲我的代志，我完全袂入去。小龙对你确实真特别，也真体贴。其实我昨昏有想要问你啊，只是讲迄个时阵我妈伫个，伊嘛知影怎样身体无啥好，我是恐惊有一寡代志去刺激到伊。小龙个囡仔，一百好。秀如，秀如是啥？因为我惊啊。国芳，你啥国安尼吞吞吐吐啦？不管这结果是好是歹，伊是我上亲的人。我有一个管理，知影伊的下落，一定要甲我讲。我嘛真想要甲你讲好消息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做袂来。当年发生意外的时候，你人无去啊，我找无你，就敢若找爸母我惊。啊，不过找你的时阵，一切拢袂好。你是讲，因不我见？但是经过三十年，请你也知爱。我更加抱一寡心理准备，也无总是爱当抱着一点仔希望嘛好啊。我想讲，万岁因母阿起来当跟我交换好，那恁阮一家三口就当真正团。当初发生遐尼大意外，你有法度活落来，真正是奇迹。啊，小龙因母阿囝无遮尼好运，这嘛是无多代志。阿文，你也赶紧振作起来，因为至少你活落来啊，你的妈妈还佫伫个，你还佫另外一个后生，所以你应该将你的心思佮重点拢放伫即马这个家庭。啊，那过去的就放无过啊，因为只有放下过去，你才有未来。我会记阿明西，伊之前嘛摆发生意外，造成失去记忆。那就是讲，这个秀如发生的意外，甲阿明西发生的意外，根本就是同一件代志。那呢，秀如唔就是阿明西？秀如的影啊，真有可能就是影子啊。秀如的影啊，真有可能就是影子啊。大哥，秀如跟囡仔休斯是你替因爸的事，你将因放伫倒位，该当带我去看伊。还是？这两天较方便，因为我即马特别落去高雄随时赶场，车已经伫外口咧等啊。啊，无你等我前两天回来，我随带你去甲因母见面。我日啦，伊头讲伫咧倒位，我家去找。伊只拄清楚，我哪会放心乎你一个人去面对因母见？就亲像你会烦恼你妈妈，若受到刺激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这个老朋友敢讲袂烦恼，讲你若是受什么刺激，是不是佫发生什么意外？你很耐心等一下，等我回来，我随带你去。
阳光，我真的等好了。南港啊，你三十年已经等了，干不差等这南港。我好了，我等你南港了，你回来，你再找我去看。好了，我现在不错了，不过你也答应我，不能休闲。谢谢你。阿梅西根本就活得好好，简单的又三不五时走去找他，他竟然这样欺骗陈浩文，现在这款局面真的是很趣味的。秀如，姚妹，啊，你拄只，你有听到人咧喊秀如无？有啊，啊，不过也毋是叫咱，无只拄啊，你嘛是才叫秀如的哦。毋是啦，我是有新闻听人喊一声遮大声，我惊一跳啦。奇怪，是啥物叫我以前的名？那个声音就参像细米的，不过细米伊嘛唔知道我较早叫什么名。要去创啥？伊也无熟悉我，我连伊叫什么名我都唔知。阿梅西，阿梅西，哦哟，你哪咧戆神戆神？我是咧想啥？无啦，我就咧想，到底要送什么礼物给我迄个朋友啦？哦哟，就算讲你将往来四季把礼物，伊拢欢喜噶啦。啊无，咱凊彩去超商买一个礼盒，你食个较实在啊。实在。啊，我知影要买啥。买啥？鞋啊。原来阿姆西要送一个鞋啊，水哦，阿姆西。阿梅西真正对秀如这名有欢迎，那呢，伊一定是秀如无唔对，或者是伊嘛知影家己过去的名叫做秀如，是想予阿梅西知影这件代志，敢讲是眼瞪的。那呢，唔着搁较证明眼瞪的咧骗人，一方面骗陈浩文讲秀如因母仔囝已经死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甲阿梅西行到这么远，伊到底是咧拍什么主意？若是陈浩文知影秀如无死，甚至乎伊知影阿梅西就是秀如，伊敢会甲阿梅西带入去等家？那呢，我甲文明伫等家，唔着搁较无地位啊！袂用的，我袂当有这款情形发生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